好，忙带您再来回到这个大高雄市长的抽签号次了。刚刚我们为您提到过，这个黄昭顺呢，国民党的代表黄昭顺刚刚是抽到了二号的签次，而您看到的这个陈菊哦，在民进党的这个部分呢，陈菊刚刚也抽出了他的号次是三号。这五党籍的参选人杨秋兴呢，刚刚也抽出了他的号次是一号。好，这整个顺序有是杨秋兴一号，黄昭顺二号，陈菊是三号。大高雄的部分呢是已经出炉了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来看呢，在这个大台北这边呢，苏贞昌呢刚刚的号次也已经出来了。苏贞昌的号次是刚刚抽出了五号。好，另外呢，在这个郝龙斌的部分呢，郝龙斌刚刚的号次抽出来了，这个岁金的号次是二号。好，可以说是在大台北的部分呢，两位重要的参选人呢，可以说是号次也都抵定了，郝龙斌二号，而在苏贞昌的部分则是五号。